时间分秒不差，店员掀开模具，缤纷爱心蹦出烤炉，鸡蛋糕形状超萌，爱心图案还有进阶版的。你的玫瑰心花，巧克力色花朵图案，这么梦幻的造型，其实它也是鸡蛋糕。八朵花瓣包着爱心花蕊，这是脸书打卡限定版爱心花鸡蛋糕，让不少女孩边拿边拍照。这个很特别，然后我们就跑来买，因为我觉得它造型超可爱的。爱心，可爱吗？可爱。但造型再美，还是得克服特殊模具，角度美感多，蓬度难掌握，不良率3%，稍有缺角刮痕就会变成 NG 品，通通摆一边。要一直常常在翻转的过程当中，会长非常多的茧。秀出手掌心的结痂烫伤，幕后推手是他。38岁的阿拓从广告设计转战餐饮，花朵模具还申请专利，创业第一步从百货美食街试水温，为的是跟路边摊有区隔，让顾客来消费的时候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，假日的话大概就是5倍左右。比较传统鸡蛋糕，一份50元，70%毛利率可赚35元，靠着特殊模具打进百货市场，扣掉成本抽成，就算一份开价65元，毛利率50%也能赚20元。百货人潮流量拼销量，小小摊位营业额平日1天10000，假日也有20000。古早味鸡蛋糕华丽变身，搭上打卡热潮，也能成为创业金鸡母。三立新闻马家豪、曾玲媛采访报道。